这个儿子太孝顺了，带妈妈和媳妇一起泡温泉，结果妈妈因太漂亮被搭讪。Hello， 美女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请你喝一杯。妈妈一看这小狼狗和儿子年龄相仿，内心却已经乐开了花，可儿子的臭脸已经拉得老长。你想干什么呀，帅哥？这位是你姐姐吧？小狼狗一双桃花眼已经开起了车。这是我妹妹，你给我赶紧走。小狼狗只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，却用一个飞吻让妈妈心惊荡漾，妈妈也回赠了一个媚眼。儿子觉得妈妈一把年纪还不让人省心。妈，我警告你啊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跟别人搭讪。知道了。妈妈好事被搅黄，已经怒火中烧了，谁料儿子还和儿媳当着她的面秀起了恩爱，同喝一杯果汁，完全无视妈妈的存在。气走老妈后，两人就马不停蹄跑入包间，直奔主题。落单的妈妈心中老大不爽，转身就赴约和小狼狗喝了一杯，二人喝完也来到包间，画面越发温馨起来。好不容易养大儿子，自己还不能潇洒快活了。后面的故事情节不好看就不讲了。抖音。